凤玲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累不累啊？这么晚了还在练？没事儿，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？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。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武功力负重越野的。听国华说的吧？用不着他跟我说，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。 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。凤玲，武功里负重越野，我是一定要比的。你跟国华聊过了吗？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。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？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，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？ 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，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，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，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春生，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，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，只有你还不遵守，大家不会觉得你好，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。 你认定的那套东西，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。我管不了别人，我管好我自个儿，走我自己想走的路。我不想心里有愧。你站住！你考虑过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，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。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，我全都忍下来了。 我每天努力表现，争取提干，我做这些，我为了什么呀？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，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？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，你在干嘛呀？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就摆在眼前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？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，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。你每天闹着要把武功里负重越野加上。 吃饭，冰上一条龙，跟你比啊，我最多算一条虫。<笑>我告诉你，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，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。说不定到某一天啊，就变成你带着我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会嫌我拖后腿吗？ 怎么可能啊！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兄弟我是两肋插刀，义不容辞。<笑>那不就得了？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，永远别说。行。<笑>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。在萧春生看来，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，
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，在叶国华看来，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，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照着萧春生的人。全体都有，小心！立正！敬礼！李斌，同志们，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，你们要充分发扬。 见红旗就扛，见敌就争着精神，要敢打、敢拼，勇于挑战。我宣布，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。好。同时考核，安全考虑，不使用实弹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开始。 投，姚春生，努力，。投掷准备，好。承让了。 春生，我特有一套，有方，目标新环法，考核开始，准备射击，开始射击。1号靶位。 射击完毕，3号靶位射击完毕，3号靶位射击完毕，4号靶位射击完毕，燕青，起立。1号靶位段磊9发成绩86环，2号靶位肖春生。 全队有，小心！立正！同志们，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肖春生、段磊并列第一名。加上排长这场东风，这第一名可不仅仅是送到手的。钱阿谋，第二名。 孟金柱，第三名。报告叶排长，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，5公里负重越野。加一程！安静，这里是部队，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。上级领导下达命令。 甄选精英队伍，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。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，你们怎么想我，怎么说我，我不在乎。但是要记住，军令如山，难道在战场上，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？
我这里就是起点，也是终点。你们确定要这么比？我看他。对，一定要比。你也想知道结果？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，你也是够拼的。台长说的对，部队有部队的纪律，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，我们就怎么比。但是，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，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。没错，反正这大半夜的，谁要是输了，也不丢人。输本来就不丢人，怕输才丢人。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坦然面对。开始。走着。预备。开始。这。肖春生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，没有取消5公里负重运营，我孟金柱第一个扶他。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，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。眼看着人月牙顶月啊，其实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5公里负重越野。你怎么知道？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，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。你这人做事儿敞亮，跟我段磊投脾气。而且你别忘了，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。好了。
刘大叔。刘大叔。哎，小梅啊，春生的信。谢谢。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，说什么了？爸，姐，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，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，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。叔，春生进入精兵班了。春生是谁？您儿子啊。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，走出了北京，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，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。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，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，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，就像您教我的那样，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，她也渴望走出大院，走出北京，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。下一位演讲人，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。老师们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。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，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。身为一名年轻人，我们要坚定的，对不起啊，同学们，我有些激动。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，他来到了现场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是他把我从茶架、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、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。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，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、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，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、去感受、永远的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。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，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、进步、变革的国家来说，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；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演讲大获成功，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。哎，小梅，主任找你。谢谢。没事。进来。主任，您找我。坐坐。小梅，你先看一看，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，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，那边的局势
你应该比我清楚。那边条件差，医护人才紧缺，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，储备医疗人才。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，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，看看你感不感兴趣。小梅，你今年有21了吧？是，主任。今年高考，进去学5年，出来就26了。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，起步有些晚了。我觉得呀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只是啊，需要慎重的考虑，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。我不担心这个，我还年轻。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，去救治更多的人。那您就好好准备，争取通过这次特招。谢谢主任。小梅。笑，啥事儿？啊，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，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？啊，笑啊，咱这厂里要是有钱，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？厂里困难。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要不给我的结一下？笑啊，不是我说你这觉悟。你这觉悟可咋办？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，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，合适吗？啊？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，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。现在谁没困难？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，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得想办法克服，不是吗？啊。哎，笑儿，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，这以前不说你啥的，你以后得注意。哎，笑儿，哎，你这还当自己是干部子弟呢？哎，燕秋姐，怎么样？厂长怎么说呀？还能怎么说呀？老一套，说让我们体谅厂里，厂里有难处。说的真轻巧，让咱工人体谅厂里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咱工人啊？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？是吧？没出来了，我过去一下，那个有个熟人。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，厂里那泼辣的主儿，他一个都不敢惹，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，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。还是咱们太老实。七天二，开锅了你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主顾给我介绍的新活，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。我还琢磨呢，能不能遇着你。吃饭了吗？没呢，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，我们一块吃。哎，我带的多，咱俩一块吧。啊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你别都给我呀，你自己吃不下，留点多啊。你是干体力活的，你多吃一点啊，要不然没力气了。先贴补家用，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，让春生担心，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。那不行，你赚钱也不容易，你自己好好攒着吧。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。哎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能用你就用，你用不上，就当是帮我攒着。
红玲，看谁来了。红玲。春生。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家里寄来的红薯干，我想着你爱吃就给你带来了。来来来，你给大家伙分分，见者有份，大家都有啊。还有我们的。必须的呀。红玲。这位是。这是报告黄团长，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。新兵连解散以后，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。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。我是红玲的发小，从小一块长大的。你们俩是发小？对啊。来，黄团长，你也尝尝。过来，谢谢。黄团长。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了，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，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。哎，红玲，给大伙分分。哎，大伙受累了，照顾我们家红玲，辛苦。那你们聊着。行。陈三，跟我过来去。哎，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？男朋友？不是，谁造的谣啊？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，革命友谊。肖同志，你来的可真及时，你不知道，就刚那姐嘛，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，我就说不能够，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？哎呦，您说的可太对了。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，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，上军区报啊，可多事儿了。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，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是。春生，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？走吧。哎。春生，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。怎么？你怕我瞎想啊？我是谁啊？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。臭德行。对了，什么时候回部队啊？明天。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，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？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？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。你可真能编，还发小？谁跟你是发小啊？你跟叶芳、小梅他们才算发小。人家就是随口一说。春生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的告诉所有人，你就是我的男朋友。跟你说，上次就是我手软，我没听你那张牌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。那行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。你快点啊，哥几个都等着呢。哎，来了。你们几个小子没出息劲儿。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，哎，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，着什么急？您才来啊，哥几个等你半天了。我接了你们电话，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儿好好赢回来。你上回还像，走错门了吧，哥们儿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查
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，效益不好，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，打牌的钱一分没少，这是公款吧？不是，你怎么找？哎，这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。哥们儿，你们私下有恩怨，私下解决，别扰乱我们的局啊！我跟他没恩怨，这我……哎，不是，刘站长，这谁啊？他往厂拉货的，你真有病啊！你拉活的，你跟那儿捣什么乱？哥，兄弟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打人了！哎呦，天儿哥，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？啊，天儿哥，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儿，松开，误会，哎，误会吧。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？他真是我们家老婆。哎呦，大话不让您，天儿哥。明儿到厂里头，哎，把工人的工资发了，哎，跟你管事说，你们的活我不干了。哎，好说，啊，哥，他欠钱是吧？我替你抽他，回头聊去呗。得嘞，哥，慢走，田哥，你招他干嘛？我什么时候招他了？哟，仙儿啊，来，您找我呀？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，点点。哦。哎呀，我想说啊，仙儿，厂子呢就是个家，咱们是一家人。这一家人呢，你要有困难，你得跟组织说，你得跟厂里说，你告诉我呀，是吧？哦。那我那个，啊，我那，没事。不是，你有什么话呀？您说。哎，仙儿，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儿哥认识？您说的是齐天儿呀？熟，朋友。也是我哥们儿。自己人啊，以后有事说啊，自己人。忙去吧。厂长，要不这样，现在不是有钱了吗？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。齐天呢？天哥说他有事儿不来。告诉爸，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。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，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。对了，我还被光荣地选入了精兵班。这个臭小子，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。哪儿能呢？他哪能跟您比呀？哎呀，你接着念。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，您下次见到他，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。我们几个……哎，小梅来了，我是吧？嗨，许天儿，爸，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。哼，她来电话了，说今儿不来了，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。哦，天儿啊。啊。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，是吗？还有我的事儿呢。哼，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。哎呦，他可真够操心的。哎，您自己看啊。好。齐天啊，谢谢啊。什么事儿？刘厂长的事儿。嗨。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，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，
说的不仔细。不过从头到底，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，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。哪有的事儿？有也都是老黄历了。对不起啊，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。那也叫工作？充其量就是份活计，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。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，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。齐天儿，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你应该到处去看看，多找找机会，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。我就说吧，他可真够操心的，就数他画密也不嫌费纸。我跟你说真的。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，多找找机会，别放弃。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，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，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。一次次训练中，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锋利刃。家里商量，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，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？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？出门靠自己，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佟司令的名头，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？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总是有理。妈，你让让。哎呀，阿姨，美发。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。是的，她这不是主意大，她这是胆子大。她这个孩子，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。芳子，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。我去跟他聊聊。小梅啊，叶芳来了。小梅，妈，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，您就别瞎掺和了。老佟，老佟，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？作为朋友，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，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。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。我认真的，你要对自己的理想、事业、生活负责任，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。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，你觉得值得吗？芳子，谢谢你，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，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一起彼此鼓励，实现理想的朋友。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，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有时候看见他，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。他身上的那种自由、坦荡、善良，对理想世界的坚持，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。他哪有那么好呀？跟我还嘴硬。我知道，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，你最看得起他。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去帮肖叔叔读信，去学校听课，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。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。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，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。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，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，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，哪怕不轰轰烈烈，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。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，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，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，波光粼粼中生花。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，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，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，你在讲我在听。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，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，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，一起看潮落潮来。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，哭着笑着娓娓道来。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，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。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，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。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，一起看潮落潮来。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，哭着笑着娓娓道来。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，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。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，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，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，波光粼粼中生花。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，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，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，你在讲我在听，你在讲我在听。